时间是否真能冲淡一切？当曾经的伤口被撕开，你会如何面对？是选择以牙还牙，还是宽恕原谅？为什么他偏偏是我爸？是应该认错悔改，还是一错再错？我以为我不敢杀你啊！能不能放下执着，奔向未来？你挑战自己才是更加重要吧。这个四月，八度空间送上深度好剧，和你一起回首过去，珍惜现在，决定未来。